是潘潘。如今想要跨界当歌手的人，真是上到说相声的，下到算命的道士，就连带货主播呀，都要尝试着追逐乐坛，真是不会卖货的歌手不是好主播呀。今天就一起来看看这几位不务正业的明星吧。最近就在某乐队节目中，就迎来了相声演员秦霄贤来当帮唱嘉宾。说起秦霄贤，他现在可是德云社的当红小生，虽然他经常被迟到扣钱，但却开着跑车上下班。罚款？罚款是真罚呀，正常第一回迟到是罚100，我罚到4500。哦，值不起了，他只出了一个人的年终奖金。这富二代的光环再加上过硬的相声功底，瞬间呀成了粉丝心中的流量担当。不得不说呀，这走红的方式可真是莫名其妙啊。我迟到了，他不往上发视频，因为我的所有证据都是孟哥在网上发给我的。为了这次和乐队合作，老秦还私下学习了打鼓，就连台下的选手都认为他就像是一个专业的乐队成员。当然了，咱好歹也是相声演员出身的，搞气氛也是绝活，这不他就能在演唱时一个背月跳下台把自己送给粉丝，这个行事风格真不愧对傻秦这个外号啊。感觉秦霄贤就是玩乐队的。姜云升该知道的都知道，不知道的慢慢了解。如果说乐队里混来一个相声演员还能理解，那 rapper 里混来一个道士真的是闻所未闻。最近这位叫姜云升的 rapper 真是刷新了我的认知，他不仅在节目中打赌连赢黄子韬7把，还总能帮朋友找出丢失的物品。后来啊，我才知道这位大仙居然是三门天下的道士，没想到曾经获得过地下8英里冠军的姜云升说唱竟然只是副业。所以说他总是告诉大家要清心寡欲，但自己却因为一首渣男之歌真没睡而火爆全网，怪不得有网友吐槽这人真是不敢黑呀，我可怕他对我施法呀。我有很多他的黑照。你八字在我手上。八字在我手上。哪儿洗澡的？东南或者东北，在下面一点的位置，低矮一点的位置。这个节目组我把深深把一个说唱节目变成通灵之战，这个节目里有各种各样的人找我，叫我找各种各样的东西。真牛逼。在不在？厉害厉害厉害。好了，禁止宣传封建迷信。永远是主播，永远都是你们的威亚，我不会当明星的，当明星哪要当主播赚钱啊。还记得曾经说过不会进娱乐圈的威亚，却不断的活跃在荧幕前，难道是我看错了？最近啊，他更是参加了跨界歌王，而且场场都名列前茅。最近他更是和小鬼合作了一首新歌，观众的反应啊更是好评如潮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威亚本身就是女团出身，不趁着年轻时秀一波，单单只是带货真的是太浪费了。就算我陷入沼泽，也不顺从别人的法则。崎岖中向上列车，你的梦想做了乘客。我从不歌颂悲壮，我只想改写结局。我也对自己失望，只想着让我恐惧。何处才是归途？冲破一身傲骨，反正我不会哭。我只想被人们记住，我永远不知足，用这一生来赌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话就关注我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